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，或许会让你心会稍微纠结一下下。这样不行，你去做咖啡杯啊。你知道，刚一冲出去那一刹那，我就觉得哦，我真是做了正确的决定。天哪，没有来得及了。没关系，刚一射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做了正确的决定。